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消灾延寿药师佛，当愿所有老人健康快乐，长寿无病，儿女孝顺，三宝加持。因为我们在老人院，我们就要一直祝福，一直祝福他们啊，因为我们都会老。再来，南无文殊菩萨，当愿众生断除烦恼，充满大悲，帮助众生。好，大家请放掌。谢谢大家来。那首先要感谢我们这次促成这个场地的菩萨啊，还有我们温哥华的菩萨，让我们大家在西雅图，而且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充满孝顺的地方，充满报恩的地方啊！因为我看到很多老人家住在这边，这一定是他子女很孝顺，很孝顺啊！他希望他的父母在这边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甚至有可能他这辈子很努力赚了很多钱啊，他终于有机会退休啊，过一下自在的生活啊，看看电视，散步散步，念念阿弥陀佛啊。那当然我认为佛陀教我们的生命最大的快乐呢，就是祝福别人，关心别人。生命最大的痛苦呢，就是只想到自己，这样啊，我儿子怎么办啊，我身体怎么办啊，我的钱怎么办啊。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得到快乐，那就是不要自私，多为别人想，包括那些鸟怎么办啊，地上的蚂蚁怎么办啊，所以整个美国怎么办啊，多为他们想，你会觉得这种想法你就会开智慧，这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啊！以一个关怀别人的爱，然后去想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好，那不会让你起烦恼。但是如果
你晚上一直想，我老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我朋友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啊？然后你就会睡不着，心情不好，生病。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哎呀，师父，我现在很多很多烦恼，那怎么办？那法师就告诉你，那我们去帮助别人你就忘了。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我在这边再讲一次啊。有一位女孩子，她到了40岁了还嫁不出去，然后呢又黑又不好看，她活得没意思，所以她就决定跑去跳河自杀，过得太痛苦了。那个时候有个老和尚经常在河边打坐，那老和尚打坐不是为自己哦，他想说有人掉下去他可以救，有动物掉下去他可以救，这就是他的打坐啊，太慈悲了。结果他听到咚有人跳下去了，老和尚赶快跳下去把他救起来。当然了，这个女孩子就骂老和尚，哎呀，你不要救我，我活得好痛苦啊，没人要我啊，我长得很 不漂亮啊，很丑啊。那老和尚说，既然你已经救起来了，有一个地方需要你帮忙啊，反正你没事干嘛啊。各位记住哦，你千万不要去问人家你为什么痛苦，因为越问会越痛苦的。我觉得小孩子跌倒，你不要问他哪里痛，他会哭给你看，你马上给他糖果他就忘了。记住哦，记住啊，你千万不要跑去人家医院躺在那边，你哪里痛，他刚痛完而已，你又问我哪里痛，你就让他觉得他在痛。所以佛教的方法永远，就像我也经常去看病人啊，心情不好的人啊，那佛教就叫我们念一下转念，就是不要停在那个痛苦，去想到那个快乐的、温暖的、充满爱的事情。就像各位佛教徒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对不对？因为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啊，太快乐了，天堂也很快乐，极乐世界也很快乐，然后你就会超越痛苦。所以老和尚就跟他说，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边有一个老人院啊，很多可怜的老人，你现在没事嘛，那你就去照顾照顾他们，如果你心情不好啊，再来找我。结果他就去了，既然没有死，他就去天天照顾，他觉得，哎呀，哇，老人院的老人好可怜啊，他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忘了自己痛苦。结果那个老人院的功德主啊，是一个大老板，很有钱，长得又帅，他之所以有钱帅，就是因为他出钱照顾老人嘛，帮助穷人嘛。但是他经常拿去钱，他就觉得，哎，哇，怎么有一个女人这么有爱心，天天照顾老人，她薪水多少？里面的院长说，这个不要薪水的，这个人家来帮忙的。哇，这个女人好美哦。因为这个大老板有钱人漂亮的看多了，来找他的都是因为他的钱，他怕了。但是他看到一个纯洁的美，他就老板就天天去看他，这个女人真美哦。哪一天就邀他吃饭哦，啊，后来呢，两个就结婚了。啊，你看，那个女孩子才知道，哎呀，她来感谢老和尚。老和尚，你说你看吗？当你去关心那些可怜老人的时候，你快乐，而且你看，哇，你老公这么爱你，因为她老公爱她。哎呀，老公就出更多的钱，把老人院做得更大，照顾更多老人。那这位所谓丑丑的女人，终于找到她人生的美，对不对？那她老公爱她更爱，因为她心好嘛，所以我想，如果你问我如何找到快乐，因为我们也经常去老人院带老人呢，去买几只鸟给她打开，放生，她很快乐。带他念阿弥陀佛，他很快乐，让他去点点灯，他很快乐，这样。所以各位，前面的花漂不漂亮？好美哦！来，以此香花供养诸佛，令佛欢喜，当愿众生相貌庄严，一切满愿，家庭如花园，将来去净土。那你现在心漂不漂亮？
因为你祝福他们啊，脸长得漂亮，家庭像花园，将来去花的世界，莲花极乐世界，你经常用花这样去做，你心里啊，这些花就跑到你心里面来了啊。那别人看到你就看到你的心灵花园，好美哦，好庄严啊，啊，没有压力的。所以我想，那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啊。所以不要找自己麻烦，更重要，给别人快乐。所以就像刚刚他们拿了好吃的水饺给我一吃，嗯，一吃心情好，啊，拿一些还有那种香菇脱水的，哇，一吃这个好，不会上火，心情好。吃完以后我要吃几个樱桃，嗯，配味道好，所以我心情就很好。我的意思是说，佛法，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各位千万不要抱怨。然后呢，把快乐给对方，也去赞叹别人的好。那你一心情好，请问身体会不会好？会的，会的。想太多，很计较，头会痛啊。有话说不出，压抑会咳嗽，肺会痛啊。爆发的人会心脏病啊。有事情不能消化，会胃溃疡啊。啊，压力太大。不得不做又抱怨，会腰痛，各位会不会腰痛？骄傲的人会腿痛、膝盖痛，贪心重的人会糖尿病、肾脏病、甲状腺、三高，贪嗔心的人，嗔的人会心脏病、会肝病，啊，那这个都是佛法所讲的，贪的病叫水的病，嗔爱生气叫火的病。傲慢有傲慢的病，所以我想每个人，你希望健康快乐，那你要掌控你的心。那掌控你的心最好的方法，我自己认为，来多看佛像。啊，佛的脸好不好看？好庄严哦！这边还有一个佛像，多看。啊，看到佛的脸啊，哎呦，你每一个佛啦，特别弥勒菩萨。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说，你不喜欢笑，心情不好，请看我这样胖胖，他都不会嫌身材不好，他就胖胖很肥，但是我们看得好亲切。所以我们出家人去吃饭一定要看看弥勒菩萨啊，所以而且他的耳朵一拉多长都没问题，这样，因为他代表没骨头一样啊，温暖。那弥勒菩萨以这个欢喜心劝我们不要吃肉啊，对不对？我们要快乐，不要给众生不快乐啊。这些简单的方法，所以弥勒菩萨说，当你看到我，你心里就会欢喜。用他的相度我们。所以我想各位学佛，我碰过很多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的特色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有事没事都在笑啊，所以你做坏事他也笑。为什么？祖父看到孙子做坏事，没问题没问题，爸爸要打了，祖父说不用打，没问题，疼他就好，爱他就好。所以很多父母会觉得，哎呀，我爸爸妈妈太疼我儿子了，把孙子宠坏了，这样啊啊。但是佛就是这样，佛就是永远原谅你，永远爱你，但是他还有圆满的方法让你没有痛苦。他不但爱你，又有方法。但这个方法如何让对方接受呢？那就是因为他充满了没有恨的完全，念一下，完全接受的爱。你不好，你好，他都接受你啊，从接受里面去影响你。那我想我们学佛呢，就要开始学佛的这种精神啊。就像我以前，我师父赞成我去跑监狱，然后呢，我去监狱才知道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哇，他们比我还聪明啊，而且还敢杀人，我都不敢。但是那怎么去跟他们说呢？
他们的生命经验都比我们强，杀人放火吸毒卖毒啊，所以后来我就讲，那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很快乐啊。什么快乐？我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叫我住在里面啊，我很快乐。他们就问我，你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因为我没有欲望，我没有恨。我住在哪里，心如果安，东南西北都平安啊。心无所求，心里只想帮助别人。当然我去监狱，我会跟他们说，谢谢你们让我快乐，因为我要把爱，而且是爱男人哦，哦，不是爱女人，哦，男人呢爱男人哦。监狱还有好处，光头爱光头，里面都是光头的，啊，一般你会觉得说我是爱有钱人，我是爱漂亮的人，但是到那里面，他们都是杀人放火、强奸、吸毒。但是哦，原来我师父说，你多进去对你有好处，你就可以一直培养慈悲心。欢喜心，特别有些你已经知道他快被枪毙了，我们在台湾还会枪毙，他们还叫我们事先这个人要枪毙了，不跟他通知，先找个机会让法师或是牧师跟你讲讲话啊，传传道，然后呢希望你安息，或是希望你超度，因为监狱也不希望你在里面做鬼，监狱比我们还怕，对不对？他在那边要枪毙人，他请我师父现在超度超度啊，意思说把他们带走啊，死了不要留在我们这边啊，监狱更怕。所以当然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我们都接受，你想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好不好啊？你不要觉得别人利用我，但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人家才要利用你嘛。所以站在佛教，我们所学的各种的能力，都是希望大家多利用这些能力。阿弥陀佛说，你没事多念我名字啊，他不会讨厌你，你多念他名字，他的光就可以展现出来，他的爱就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当然到那边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这边，我佛经读那么多，这个道理跟他们讲没有用，他们要我给他们一个感受，感受今天的主题，念一下自在与慈悲，就是说我很自在，而且我也要让他们很自在，大家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再来，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我是来爱你的，来关心你的，但是这种爱跟关心的一点压力都没有，自在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今天你生病了，今天你钱被倒了，今天你爱情受到一点痛苦了，你还能够平静，这个叫自在，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哦。啊，后面这一尊再念下来，南无大智文殊势利菩萨，嗡阿拉巴扎那帝，它是他的咒语，他拿一支剑，这支剑干嘛？断除烦恼，不是光自己的，希望众生的痛苦烦恼统统消除掉，啊。所以那你要有智慧才可以把这个烦恼断除掉。所以文殊菩萨讲了，智慧除了断除烦恼，还有一种更高的智慧，来服务众生的能力。这个文殊菩萨无所不能，天文地理算命什么无所不能，因为他学这么多呢，他就可以帮助别人，啊，所以一方面自己没有烦恼，二方面有帮助各种痛苦的能力，那在佛教里面叫慈悲啦，啊，慈就是我要给所有众生因为我而快乐，悲呢，我要让所有的生命，不光人哦，啊，所有的生命因为我而脱离痛苦，啊，那各位，我想我们很喜欢慈悲，慈悲这两个字，那各位叫决心。念一下，大慈弥勒，大悲观音，啊，那我们要去学弥勒菩萨怎么给众生快乐了。所以我刚刚跟我们
这里面人说，哎，有机会哦，我们来跟这些老人聊天呢，我来告诉他，将来你可以去一个弥勒菩萨的地方，好快乐，可以结婚有小孩啊，而且每天都很快乐，叫兜率内院啊。那你只要供个花，多念弥勒菩萨，将来就可以去那边啊，而且去那边寿命多长了，念一下56亿7000万年，而且这个寿命圆满了以后不会去堕落地狱轨道，寿命圆满了就跟弥勒菩萨来这个世间，弥勒菩萨成佛了，那你就可以开悟了，这样啊。那这个叫龙华三会，只要你呢供供花，多拜弥勒菩萨，就跟他结缘了啊。甚至你这辈子愿意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骗人，不喝酒，那缘分更深。甚至你这辈子愿意守一天八关斋戒，各位听过了啊，猪八戒叫八关斋戒啊。这个五戒跟八戒差在哪里？五戒是不要伤害，那八戒呢？为什么用猪呢？不要贪心，那一天不化妆，那一天男女分开睡，那一天晚上不吃饭，那一天不看电视唱歌，就不贪心啊。除了不伤害众生的五戒，再加上不贪心，那一天不化妆，没有各种欲望啊，那你就跟弥勒菩萨结缘了。将来不但现在快乐，将来也快乐。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喜欢学学佛法，目的呢念下来，现在快乐，这一辈子快乐，来世更快乐，这是学佛的重点啊。你不能说师父我命好苦，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还会命苦，很奇怪。你没有专心，因为你边念佛边念老公，所以不行。你边念佛边念儿子，那不行。你边念佛边念我在生病，那不行。为什么念佛会快乐？是你要把你的生病啊、金钱啊，因为那个时候很痛苦，这个世间很苦，所以我不要想这个，我专心念阿弥陀佛，这样会不会快乐？你不能说边念边哭，人家念佛在笑你在哭，那时候因为我很痛苦啊，我一直想痛苦，一直念佛，这不是，你要念没关系，时间很短，但很专心，这样就好了。啊，想着极乐世界的快乐，想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啊，想着念佛怎么帮助众生，所以佛说阿弥陀经就告诉你极乐世界的快乐。啊，各位，明天啊，我带各位出去玩啊，一人发100万美金啊，然后玩遍世界啊，都不会，光讲你就快乐了，啊，骗一骗也有快乐，但是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念佛，就是这个还不是骗你，各位有没有极乐世界？100%，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有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不要半毛钱，你只要相信。我相信极乐世界，我相信阿弥陀佛。然后如果极乐世界你相信真的存在，各位愿不愿意去？愿意啊，太好了，心里就好快乐。那你现在就快乐，不要烦恼了，你这辈子也快乐了，你来世更快乐了。所以我自从学佛以后啊，在家我就告诉自己，我从今天开始不再烦恼。为什么？为什么不用烦恼？因为都是假的，没有一样真的啊！爱情是真的吗？儿女是真的吗？名望是真的吗？都是假的。这个假的你注意看，所以你现在身体很痛，假的，因为它会过去的。跟女人一样，生小孩说，以后不生了，以后不生了，下回再生啊，生不完，因为没生到男生啊，因为他觉得，因为他那个痛过去他就忘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痛苦都是暂时的，不会永远存在的，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样，所以你就不会紧张
不会怕。各位要是告诉自己这个，虽然佛教的道理听起来很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受皆苦，有时候讲这个太严肃了那你如何安慰自己的方法去安慰别人就像有人帮我按摩针灸，哇，很痛，但是我讲说这个痛一定会过去的，因为痛完就不痛。你越抗拒它，你越痛。所以我告诉各位，每个人都会生病，但是你越排斥它，我要赶快吃药，我要赶快想办法止痛，我要去打止痛剂，它就越痛。但是就像你在打坐，打坐你脚会酸会痛，但是你接受它因为痛不是我的目标，专心念阿弥陀佛，专心想佛法，那才是我的目标。这个痛一下就会过去了，因为它又会酸又不酸，又酸又不酸，那你就放下。所以内心的快乐来自于念一下放下，不执着，好不好啊？今天你去弄头发，对方给你弄了一个很丑的，没关系，当作没看到就好了。你不要一直气死我也，你自己找麻烦，人都会这样啊。你把它转移，你把它转移，你不转移，你就一直想，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但是事实上，老实说呢，家人看你不是你的外表，因为大家相处那么久，看你是你的心态。我们看爸爸妈妈不是看他的外表，你买个好吃的，他吃了在笑，你好快乐所以老实说，真正的快乐在你的心态。那外表也好啊，金钱也好啊，世上的是暂时的，暂时面子，有钱跟没钱是一个感受，对不对？我是有钱人，我是个乞丐，那也是个感受，那也无所谓我是个乞丐，我坐在海边多好啊一个人这边吹风多快乐所以我们出家人就是感受这个。佛陀叫我们身上不要带钱没有家，睡在树下，穿着死人的衣服古时候的佛这出家人都是死人的衣服拼起来的布嘛然后呢多自在。所以我认为各位应该偶尔啊要去享受一下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去海边拿个便当，带几瓶水，就在那边吹海风看天空喂鸟，你要觉得很快乐，你要开始练习念下来孤独的快乐，不依靠的快乐。对，如果你不依靠对方，你就不会给对方压力，你很依赖对方，你不要离开我，我跟你讲你已经给对方压力了，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也不快乐那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交过女朋友，我都跟对方说，如果你要跟我分开等电影看完再讲不要影响我看完电影但是往往都是我跟他讲我们分开好不好，对方就开始哭这个很难搞这怎么办为什么？因为可能是过去式的吧，我很怕对方爱上我，那我就完蛋了这样我就觉得不自由了，我就觉得很痛苦了，所以因为我觉得对方也会痛苦，我也会痛苦然后如果不要加上这种约束，就不会痛苦当然这是自己的心态的习惯。所以快乐不是拥有，享有它，但是不要占有它，可以。有一句话，我问各位太太，老公是谁的？你不是说我的？儿子是谁的？我的。你会很痛苦，这个我就是你是主宰，你给我好好听话晚上回家你会很痛苦，然后那个老公就觉得我好可怜妈妈管完以后太太管不自由当然女孩子也会解释我因为我爱她，因为你不爱你自己，你让你自己痛苦。
所以各位，你要爱自己。我可以孤独的去山里面走一走，去河里面走一走，自己去看电影，自己去逛街，自己去欣赏漂亮的花，不要依赖那些钱、那些外表、那些家庭、那些名望，你要让自己过这种生活。初一十五，这个叫吃斋，就这个意思啊。初一十五，夫妻最好分开睡，大家吃吃素，除了自己享受孤独呢，多去帮助别人，老人院、孤儿院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愿意学佛的生活啊，因为自在又慈悲，不执着又充满爱，不依赖还可以帮助别人，关怀众生。所以我这一次去西班牙、葡萄牙，我已经爱上那边了。为什么？蚂蚁真多，我可以喂蚂蚁，一点点面包，哇，海鸥也多，乌鸦也多，哇，太爽了啊！到处可以去布施，太快乐了啊！那没事就跑去教堂念经，多好听啊！你不是说我是佛教徒，那边没有佛事，教堂也可以念大悲咒啊！啊，教堂的地下都是骨头呢。啊，我的佛号正好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哦，往生咒，快不快乐？快乐。因为我觉得我们穿这个衣服，神父穿那个衣服无所谓，反正我们都是来爱的。啊，爱是超越宗教的。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啊，所以我为什么偶尔要带团出国，我就带很多人，我们去快乐一下，快乐。快乐不是去浪费啊，吃喝嫖赌，没有，我们没有喝酒，没有赌博，没有去帕金狗，对不对？没有去卡西诺，我们是去魂墓。那个游览车司机说，我第一次带到这种团，好恐怖啊，要去魂墓。结果司机都被我们感动，哇呀，这批人去魂墓买了一大堆饼干啊花，那个又不是你祖先，我说那个都是我们祖先啊，去那边给他献花，去那边给他们念佛啊，我觉得很清净。我觉得国外的坟墓，特别欧洲、英国坟墓很漂亮啊，他们装饰的很好。昨天我们到美国的军人公墓，就很整齐哇，连往生都排那么整齐啊。我还看到我们湛江法师坐在那边，不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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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真是伟大的战士。他们好几个拿着烟、拿着旗子要去超度他们。啊，但是我认为太阳那么大，有些居士就跟我讲，师父我被你们感动，我说这不是感动，这真快乐。你不要心情不好了，没事跑坟墓去就好了啊，你去给他们献花，你去给他们献食物啊，你为他们念什么都可以，因为念什么经，不管你是天主、基督教、佛教，那只是一种爱，我关怀你，一种爱的力量、爱的语言、爱的行为。所以我想希望大家，我认为各位就是说有钱没钱另外一回事，但是有钱更要享受有钱的快乐啊。那有钱的快乐就是给别人快乐，布施啊。所以我刚刚讲的蚂蚁需要的不多，对不对？那些海鸥、那些鸟。所以我这次在波士顿救很多龙虾，昨天在洛杉矶救很多螃蟹啊，一只螃蟹2块钱，哇，便宜啊，我们在台湾20块也不一定哦啊，同样的螃蟹，但是给它放回大海啊。我救那些沙丁鱼也很便宜，他们要给钓掉了啊。那我认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可以做的，就像我走到哪里，我很喜欢洒水，念大悲咒洒甘露水，对不对？念药师咒洒药师咒水，念财神咒洒发财水啊，到哪里希望对方发财。那为什么要洒？因为我相信佛的力量，佛这么说，你念这个咒给他洒那个水，佛的力量就展现在那个地方啊，那你就当下觉得自己很快乐，很舒服。所以来，现在麻烦义工菩萨一人发一杯水给你，好不好啊？不是发钱啊。
发水给你，有吗？一人一杯水，里面有一点米，把水米发一下。你们不要拿起来喝下去啊！啊，因为用这一杯水跟米啊，我带各位做一点布施，好不好啊？那我希望各位从明天开始，你就天天做，不管你到哪里，就拿一杯水加一点米。啊，你不会念没关系，求观音菩萨加持，让这个水变甘露水，念这个米变甘露米，愿他们念一下恶鬼升天。啊，众生快乐，土地公快乐，做生意的人发财。所以我每次到别人的做生意的这来这餐厅，我都请他们水装了吗？哦，另外装，请他们记得这样去做啊，因为佛陀说的七颗米。你用慈悲心就可以把米变成整个世界的食物，一点点水，你用慈悲心去念，整个世界就充满了甘露水，这样。然后你相信，而且这些恶鬼道、这些死亡的动物、这些活的人，他身上的很多痛苦就因为这样消除了，因为你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佛的力量就是你有悲心，佛的力量就可以透过你展现出来，啊，佛的力量是圆满的，就像太阳。但是你有悲心，就像一个镜子，佛的力量就透过你就出去了。修行不是死板板，修行是展现生命的活力、力量，给人信心。那你自己快乐，因为你会感受到佛的力量从你身上表现出来，啊，因为你越关心别人。越给别人快乐，你自己更快乐。佛法很简单，所以各位不要消极，不要抱怨，不要想不好的事情，多想好的事情。一个人生病了，你想药师佛给他看；一个人没钱了，你想财神给他看，对不对？啊，一个人想要往生呢，你想极乐世界给他看。这个就是佛法，佛法永远用光明，黑暗就消除。啊，给他爱。恨就消除，佛法就转念，念一下，转恨为爱，转恶为善，转黑暗为光明。记得转，好不好啊？记得转，因为随时我们都会面对痛苦，但是你转念吧。今天这个人，我看到他想要骂他，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骂不出来，因为转念。啊，如果你忘了念佛，就骂下去了。但是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你，骂不出来。啊，因为得到佛的加持，所以老和尚要我们做什么？每一个念头先念阿弥陀佛，再喝水。我现在是阿弥陀佛在喝水，我现在是阿弥陀佛在吃饭，我是阿弥陀佛在跟你讲话，你也是阿弥陀佛跟我在一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把这个阿弥陀佛放在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说我现在在佛堂念阿弥陀佛，等我念完再来骂你。你搞我鬼耶！我等他打电话骂你。啊，我们早就忘了，因为我念完佛了，我没有恨了。啊，所以各位要把生活当作一种修行，我认为不是很困难，就是你要不要快乐？你快乐起来。你的儿子就快乐，啊！你不快乐，你要求别人要对你好，怎么样怎么样，越来越痛苦。改变别人，先改变自己，啊！如果你不亮起来，你不可能叫别人亮起来。你亮起来，世界就亮起来。所以佛陀讲的会好，心清净则众生就清净，别人就清净了。心清净就世界就清净了。就像今天有个菩萨问我们说：“师父，那个房子怎么卖出去？”你们快乐起来就卖掉了，不是叫我们去给你做法，做了骗点钱啊！你快乐起来，家和万事兴啊，心情好，肉体都好。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很单纯的，不是说你要念很多啊，你只要相信，那你一直念观音菩萨，如果你有信心，都可以。
但是各位要记得怎么做。翻过来32页，所以我们今天这种超度法会快不快乐？它不超度困难，因为我们这么快乐，你不要跪在那边一直哭，可怜的阿公啊，他本来好好的，被你哭到地狱去。啊，我发觉这个不是像我去看什么重病啊、快往生啊、死了，我一去保证超度，因为我很快乐。我要带他去快乐的世界，我又没有带他去痛苦的世界。啊，死亡是放下，哇，到一个新的快乐。你只要相信，请跟我来，这 OK。啊，那你就做一点该做的事情。所以我想各位，请开始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快乐，好不好啊？不要抱怨，不要讲对方的缺点，不要把对方的缺点放在里面，你会爆炸，我跟你讲。啊，哪有人把这个别人的大便放在心里面的呢？然后再从你的嘴巴讲出来喷大便呢？啊，没有人这样子的，但是大部分人都这样。你听我讲，我老公昨天怎么样，你又开始又要弄大便了。啊，因为你何必去讲这个呢？去伤害自己呢？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对方让你痛苦，你怎么知道要快乐？平常念快乐，你就忘了念佛。就是说，对方让你痛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要痛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不要让我痛苦。所以你没有黑暗，你就不会有光明。请记住这个啊！所以每天我们就会面对很多痛苦。所以我就要保持安定来念佛，所以痛苦就过去了。那这个就是修行，时时刻刻保持，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很痛苦，本来就很痛苦。啊，这个地方是高级老人院，他们为什么来？因为痛苦，对吧？所以、哦、原来有钱也这么痛苦。那有钱不见得完全快乐，那只是方便而已。但是快乐来自于你的内心，快乐来自于念一下，依偎在佛陀的怀抱，好不好啊？进入极乐世界多快乐啊！进入观音菩萨的心慈悲多快乐啊！进入文殊菩萨的心大智慧的光多快乐啊！但是，请各位把快乐也给众生，好不好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今天晚上回去，一人带一张黄色牌位回去睡觉。哦 ，no， 师父那个是鬼，你才是鬼，因为你可以给他快乐，你怎么不带着他睡觉了？不行不行，放你那边，我给你钱。那是因为你心里有问题，就是因为他痛苦，所以我要给你快乐。一个修行人每天晚上睡觉，我要说，来，所有众生，父母祖先，跟我睡觉，一起去极乐世界，这样就睡着了。了解吗？要睡，大家一起睡，就是放下的意思了。睡不着还真苦嘞。啊，放下去极乐世界，放下去极乐世界，不要计划一大堆，算计一大堆，你不发财就不会发财，你算也没用。啊，你每天很安定，很快乐，财就来。快乐就来，别人看到你精神就好一点。像我这种人，我有发愿，死不掉的你找我，保证好死。因为我们在专门助念，啊，心情不好了找我，保证你睡着，放下了，啊，所以为什么？因为佛的加持，所以当然你要给别人放下，自己要放下的状态，因为你在没有烦恼、没有心机的状态。自然结果就会好，记住哦。佛教讲，你要得到那个果，不要为果而用心机，因上快乐就好。你在原因，现在给人快乐，自己清净，结果就快乐，房子就卖出去，就赚钱，身体就好起来。啊，你平静，我不要紧张啊！我高血压怎么办？哎，我要检查，我要再减肥，我要运动这样。你每天都在烦恼，那人说 OK，
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乐，那他就降下来，对不对？不然的话，一生气血压就下来，一压抑就肺病啊，一不消化又胃肠不好啊，一压抑肝又出问题，因为你在折磨自己，了解吗？人的痛苦都是自找烦恼，就是折磨自己。所以学佛，他就告诉你当下的快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各位，你不要去改变对方。比如说，你的朋友朝你吵架了，你不要逃避，也不用去跟他吵架，跑到一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向给他，以佛的力量给他就好了。还有一种方法，我教各位很简单：这个人要告你，那个人找你麻烦，我们用一个方法，晚上插一支香啊。替他插在外面，拜他的祖先，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他明天就会对你很好，因为你对他很好啊，你连他的祖先都对他很好，就是说他伤害你，但是你给他爱，你关怀他，他就不会伤害你。你很怕他伤害你，一直跟他对立，一直跟他吵架，就像说癌细胞怎么办，我如何找医生赶快把它刮掉，完了把它切掉，他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呢。好，但是我对你好，我爱你，我接受你，我帮你做好事，他就快乐了，痛苦的细胞变快乐的细胞，这就是佛法。所以我想佛法的意思是说，越黑暗你就越光明，他恨你就爱，他骂你你就称赞他，但是不要跟他打仗。如果你要跟对方打仗，你会害死自己啊！像各位的夫妻关系，有时候弄得不好，那是打仗，不接受对方，批评对方啊，那就是在打仗。所以，那就像小孩子一样，他越哭，你要越抱他，来抱一下，塞个奶嘴 ，OK， 送个黄金，对女人给个宝石，送一朵花，他就睡着了啊！就是你要对他好。你不要抱怨他，我想各位男人最需要被安慰了、啊。记住这句话，他拼得要死，拼得要死，我老婆还嫌我，他觉得活得没意思，不要赚了。啊，你要称赞他，你好努力哦，到晚上都还在打麻将，这么努力要赚钱啊？啊，哇，你还真努力啊！啊，所以，但是反正好话坏话。反正干脆讲好话，好话还有好结果，坏话必定坏结果。所以佛法的方法不是说你好可怜啊，很痛苦，我帮你念阿弥陀佛，我让你快乐，我让你去极乐快乐，他就转掉了。所以念下来，对自己好，自然也会对别人好。所以我从刚刚到现在都是在让我们心里快乐，让自己快乐，然后也给别人快乐，这就是佛法，它没有深没有浅啊，这是谁都做得到的。那你就去做，你用饭菜给别人快乐，你用好的饮料一杯给别人快乐。就像我在坐飞机，我看他们哇，坐在前面的一下水一下糖果，这个很好，对不对？客人也觉得我坐头等舱有意思，交这么多钱啊。那事实上那些才多少钱，但是他就很快乐。所以以后你就跟你老公回家，你就是头等舱，我对你好，他天天都要回来，你这边念念念念念念啊，抱怨念念念，哎，觉得家里很痛苦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学佛的人，希望你不管到哪里，你都带给别人快乐。我在这边可以给各位快乐，同样我到任何地方，哪怕你叫我下地狱，我都要给他们快乐啊！因为我给他们快乐，我就不会怕鬼。老实说，我以前也很怕鬼，怕一个人，怕看到尸体，怕黑暗。但是后来我学的，我就自己开始面对，一个人去坟墓，一个人去海边，一个人三更半夜起来招魂，我想晚上最多了，来呀来呀啊！后来我发觉我自己变成不怕，可以面对啊，因为就一直保持这种正面的力量。正面，当然话又讲回来，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并不是我们有力量，一切来自于佛，
因为我们念佛，我们诵经，我们持咒，这是佛的力量。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面对过年回乡的需求，指挥中心启动过年期间入境检疫专案，提供三大方案给民众来选择。提醒你，无论选择哪一种检疫的方案，都要确实遵守防疫的规范，而且要配合相关检查的措施。特别提醒选择10+4也是7+7方案的民众，等于厝内底检疫期间，以一人一户为原则，工户内面若有其他的人住做伙，这些人必须要完整注疫苗满14天，而且袂当甲检疫的人接触做伙食物件，嘛要遵守指挥中心防疫的规定，和咱做伙努力遵守检疫规范，守护台湾。为祈托缘起普渡尽
是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写信须尽职，可记不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